一路，阿基萨要用村的药来吧，来做参像贡丸同款的肉丸啊呢，这到底是要安怎做呢？第三道菜要做汤品喽。那今天做的是什么？川丸子汤。川丸子汤。川丸子。碎了肉丸啊就丢了。哦，碎了肉丸啊丢丢。那应该怎么做呢？来，咱差不多吃这个。这个肉真的够吗？够够，我吼，咱这边注意看，咱买了这个肉真嫩嘛吼。对。来，妈妈，咱这边看安怎做吼？我这边拿一个塑胶袋。是。一般咱做肉丸啊，一定是拢买毒啊。毒吼，但是我建议唔好毒，因为毒落到地吼，那个食物链剁断。哦。啊，咱买咱这边安尼规袋吼，塑胶袋包咧，用一个敲肉锤。哦，敲一敲。在里头敲。哦，把它打成肉浆，对，打成肉浆，它紧密了以后，起来做起来完了，都跟它成共完了呢。哦 ，Q， 因为它整个结缔组织都交互在一起哈。哦，那它的扒的关节米都变细哇，妈妈好，真简单。扒的变细哇。在家里面，如果你只有肉，没有绞肉的话，就可以用这一招，对不对？对了，对。哇。这块肉真的很细，粉粉的，哦、粉粉的哈。阿兰姐嘛来，我叫淡薄啊，这个鸡两千，咱头前我采春的哈，对，甲饼入来，伫塑胶来面面，伫塑胶袋啊内底，你都安尼去甲焯。哦。因为两千几来对吧，骨骨嘞，骨来骨去啊，对，顺便把它都粘一粘。对，你都整个让它变成肉酱，可以吸收。我才多少条够贴出来，为什么呢？跟它真定安尼啦。但是两千落去了后，伊这个肉吼，都规个都松嫩啊，吼，规个都松嫩啊。啊，我即马来对，我们调一点点味道，吼。来，凤叔麻烦你给它定安尼贴好好些。咱讲完是不是吃起来拢了咸甜咸甜？是。来，这个也一样不例外哈。来，妈妈，咱就看哈。好。一点啊糖。糖。糖偌济，盐底咧偌济，吼，拢同款。好。好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这毛我甲撮撮的来。一般专家咱电视看到拢伫遐咧烧嘛，咱这毛落面拢伫塑胶袋啊内底去搓一搓，去搓一搓，安尼就好啊。你做你安尼切个，跟那咧洗衫你甲弄啊。好，有无？很黏，好来，啊，这摆好啊，以后来我甲拼出来吼。哇！啊，你唔好看这量一点啊，计后内面沙粿都足多啊。嗯。吼，啊，我这个碗啊，我买沙直接煮安尼个汁落去汤内底，咱来做汤。直接做对，直接做。那我买沙直接煮安尼个汁落去汤内底，咱来做汤。哇，直接做。对，直接做汤哈。好，来，好妈妈，咱即摆注意看吼，你看，安尼你看。我底下未熟，你看规个量都拢倒出来啊！吼，对 ，OK， 好。啊，即马即个肉内底咧，咱放淡薄姜就好啊。姜，放一点仔的姜伫遮。是。啊，较侪的姜放咧汤碗内底，吼。好。来。哇，现在觉得那个姜好粗哦，肉太细了。好，碧琪。碧琪。好。好。来啊，唔好去放咸啊，吼。好。来，啊，我淡薄米粉。米粉哦，米粉哈，米粉哈，面粉哦，米粉落来以后，这个肉丸啊袂硬，哎，软 Q， 哎，搁较扎筋哈。啊，我即马这个米粉落来，来妈妈，咱即马注意看，就是安尼啊，哦。啊，那个葱也要下去吗？等一下，葱我们放在汤里头就好了。哦，葱直接放在汤里头。嘿，直接放在汤里头就好哈，妈妈哈。好。你甲看安尼一个肉都拢好势啊。是。后来啊，我滴两滴啊香油。唔免想济吼，好，安尼一点仔就好啊，过紧张啊来。所以水现在火关掉了，妈妈要注意。火关掉，碎碎了啊吼。哦。像葡萄一大粒啊就好啊。哦。啊，我即摆用浸的，伊的甜分未走。未走去。诶，你来咪食，你就知影。它等于是泡熟，它没有滚。对对。因为滚就挤出来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无滚用浸的，对用浸的吼。啊！你较当食这个丸啦，你就感觉讲，敢那规块里脊肉，它咧脆的安尼啦，很嫩。嘿，后来那个今麦来底，来今麦卖炒米，咱做其他调味的动作。OK。这个皮毛欧蒙利吼。是。这拢会随在你掺啦，蒙利也好，笋片也好啦吼，他妈猫壳啊，什么拢会使吼。哦，也是用泡的。嗯，后来咱今麦火个开好大。
其实我那已经熟了啦。是，好了。哦，这样就熟了。对对。哦，真的。已经浮动了。哦。来，妈妈吼，我即马姜米哦，再放一挂。咱差不多姜米莫放伤多，伫碗仔内底，避免吃起来吼那个姜的味道过度强烈。来，咱这个葱花猪吼，哎，啊鱼露放一点嘛。哦。这咸度是无够的啦。做那个底了。嘿，这咸度是无够，我即马搁放淡薄仔盐吼。嗯。其实有时候三个人呢，简单做，但是还是可以做个两菜一汤。当然不用花太多钱，对不对？那其他你看，我们用的配菜很简单，就买个花椰菜，对不对？然后木耳有些时候家里有干的，就直接发一发就好了。或者香菇也可以，对，香菇也可以，对。所以就是采买也很方便，不用干嘛烘焙。两菜一汤做好了，来吃饭喽！哎。先来吃我们的第一道，哇，很嫩的里脊肉，嗯，哦，里脊肉高级在这里，那纤维好细啊，嗯，又里啊，还加了椒盐那个味道，是细中，可是带了很多味道，嗯，比如葱姜蒜啊，哈，还有这个椒盐，就细，可是有那个对称。它九层塔的风味，对啊，咸香咸香的。嗯，对哦。后来真的花菜，嗯，这道又不一样，它比较清爽类的，嗯，对不对？然后有那个培根的咸香，但是它整个口味算是清爽的口味，不像刚刚那个椒盐的比较重。菜花烧过油，连我点我拢点来这样。哎，它里面很吸汤汁，很香。因为花碎的部分吸汤了，嗯，整个汤就是刚刚我们起锅之前肉放进来的那个鲜味，嗯，就用它当海绵吸那个汤汁的味道。搭着我们川丸子汤，我对这丸子太好奇了，你看这丸子，啊，里面有荸荠，嗯，好细，而且那个里脊肉哦。是不是它那个血比较少，所以它不太有那个肉腥味？没错，伊无啥物滴辣痕，对不？虽然三个都是肉，可是肉的比例其实是还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配上这个木耳清血，所以一块里脊肉三种不同的做法，一个椒盐，一个是炒花椰菜，又要做川丸子。其实妈妈买只有买一块肉，买菜就很简单，你不用买个排骨哦，再买个什么，每个都一点点。对不对？然后煮不完，又丢到冰箱里面，下去出来冰清无比。家里人口少，买菜不好买，你就要收看我们99，因为我们除了说把它预算压在99之外，其实最主要是教他怎么样一种食材做三样菜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所以不管你的预算是200块还是99，你都要收看我们这个单元，因为他会告诉你，你买一次这个东西，你怎么把它变成三道菜？我可以上不？你有没有广告档号也好？哈哈，谢谢阿基师，有香。